我是胡彦斌，40岁，是一个歌手，是一个音乐人，入行24年。据我们不完全统计，2001年到2008年期间呢，你平均每年拿奖21个，每年创造热门歌曲5.8首，每年唱片销量突破20万张。那比起之前，你如何看待自己目前的一些音乐事业和作品？产量变低，然后我最近5年没有发专辑了，对，下一趴不要帮我剪掉，我8月份会发专辑。我不想用一个 idea 就做一个作品，我想用时间的长度，自己生命的长度来换一首作品，而那个东西出来的东西它会有力量。